表坤子检测数据异常，警告，非必要全部前往地上。警告，坤子接近中。警告，坤子已突破外围防御。警告，坤子已攻入地下城。坤降临地球那天，地表文明毁于一旦，人类快速挖掘建设了一座座地下城。走，去地上。巨坤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地表靠近一点，人类想借用这个时机把巨坤打下。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信念的力量。万众瞩目的磁力计划今天正式启动。今天就要对坤反击了。地上世界原来是这样。地球的存亡在你们手上。